接下来看第十七页的重点，这个单元音非常好发。当有人呢打了我一下，痛的哇哇叫，我惨叫一声啊啊啊,啊，是很像的啊，就像我们汉语这个字啊汉字啊的发音。那嘴巴呢张开的幅度要更大，越大越好啊。 上下唇以及上下齿全张的，舌头自然是平放，啊，舌尖呢不接触上下齿，也不要卷起来或翘起，平放就好了。震动声带，啊，啊，好，接下来讲，注意，notice，发这个音的时候，最好先照一下镜子，先念啊，你会惊讶的发现到你的嘴巴张得不够开，念中文的啊。 你还要更开，啊，这个时候嘴巴尽量张大，然后发声，就是正确的发音了。啊啊，中文是念成啊啊，可是呢，英文这个呢，符号念成啊，要更开一点，尽量开吧。如果嘴角裂开的时候呢，呃，涂一下这个消炎药吧，大概就没事了。尽量张开啊，好了。

停止。Stop，Stop stop.。你看，有 s 后头有 t 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说英语的说叫 speak。s 后头有 p 的时候，会念成 b u t 的音；s 后头有 t 的时候，会念成 d 的音。Stop，Stop，stop. 不要念成 stop，stop，stop stop,。Stop, stop. 我们后头啊，这个书后头都会讲到的。 现在看到了，我们就直接会跟你讲。好，我们再把这个单词练习一下：锁 （lock）、lock；热的 （hot）、hot；停止 （stop）、stop。我们来看整句练习：请把门锁起来 lock the, door, please, （lock the door, please）。lock the door, please。 it's very hot today it's very hot today it's been in the eats it's it uh 3, 4, it very in a, eh, very eh hot It就指的是老天, 是, it's, 是 it as the 今天, it's very hot today. Stop crying. Stop crying. Lock the door, please. It's very hot today. Stop crying. Contrast. 比较啊跟啊的不同啊的嘴唇好，嘴型呢像婴儿裂齿、憨笑的样子，好像右边这个图形。啊，那个嘴巴可以弄得更宽扁一点，像傻瓜一样。那啊的时候，嘴巴像一个大圆圈，尽量张大。啊，好了，我们来看这几个字的对比，黑的。

一样念成 k a cap，cap。那个 p 在字尾的时候要念成 p，不要念成 p 不要念成 cap，要念 cap。A、p, 像捕捉的捕啊，但是没有声音的 cap。警察，这是俚语的说法。k a c a c a p cup，变换成 cup，cup，cup，cup, cup 一般都是用 policeman，我们这儿不说，以后会见到这个字。斧头 a x a x a x 公牛，ox，ox，ox。清楚了吧？ 是十八页的重点。